请到太赫兹这位非常非常杰出的女性来跟我们来做这个访谈，来了解一下她们如从这样一个很普通的背景，如何做到现在是她的组织甚至马来西亚或全球公认的一位全方位女性。今天受访的三位嘉宾有 Shirley Tan、 李莲琳还有 Jennifer Wong， 非常欢迎她们三位漂亮年轻又非常非常有魅力的全方位女性出场。来 ，Shirley、Lilian 跟 Jennifer， 你们在线上吗？有。OK， 晚上好。晚上好。很高兴能够看到你们今天得到这么高的荣耀，所以今天晚上想请你们来做一个专访。来，你们可以先用简单的几句话，先跟大家做个简单的，这个打个招呼。可能先从 Shirley 开始。Shirley， 来。对啊，我们的 Jackie 教 ，OK， 各位先生啊，现在好，是雪莉丹，来自这个今天感到非常的荣幸，在这里可以和大家分享我个人的经历，所以呢，我这里也要感谢我们的啊。哎呦，建筑了。雪莉，你那边网线好像不是很好，还是只是我这里卡呢？应该是雪莉那边，雪莉那边卡了。好，谢谢。那我们先由 Jennifer 那边来跟大家问候一下。Jennifer 你好，开麦，谢谢。哎，你好，晚上好 ，Jackie。首先呢，我要，抱歉呐，因为我的中文不是很好，所以要体谅一下。OK， 没有问题。You can speak in English, alright? If you're more comfortable. Oh, OK， 好的，我尽量。Yeah. 啊。好的，谢谢。OK。OK， 这样可以跟大家。自我介绍一下吗？哦，今天网线好像不是很好，是马来西亚那边下大雨，可能他那边也卡了。OK， 我们看一看，不然有李莲，哎，你好，晚上好，跟大家打个招呼吧。Hello， 大家晚上好，我是李莲，也是丽艳呐，华语是，我是来自美丽的马来西亚。今晚真的很荣幸和自豪可以在线上和大家一起分享我的心得，谢谢 Jackie 教练，在这里我要感恩我们太赫兹公司的老板严总、李总、陈总、周总、钱哥、梁总，还有前期的生意伙伴和工作人员，谢谢你们的一直帮忙。在这里我是要衷心的感谢我的生命中的一位贵人，也是我的好朋友，那个就是 Shirley Tan， 因为他让我接触了人人所说的独一无二的太赫兹主义，真的非常棒，所以我真的做到非常的开心，我就简单的这样介绍了，听到吗？好，谢谢李莲。哎 ，Jennifer 跟 Shirley， 你们那边网线 OK 了吗？我的 OK 啊 ，Jennifer， 我的小麦，your internet there OK already？ Yeah, it's OK. OK. Can you hear me？ 因为刚才你卡住 ，OK。哦，好 ，OK， 好 ，Can， perfect， OK， good。好，各位，像在这个专访的时候，想提醒大家全程在时候，麻烦你们明白。OK， 今天的专访是见证事业的一个奇迹，有三个非常普通的这个产品，是事业上在短短一年内可以做到非凡的这个人生还有事业，将他们，我们尽量不要求你不要私自把它录下来，如果你有这样做的话，只可以发在你的团队，请不要放到其他的这个网体媒页。
因为我们的这个主持人有把它 live stream 到 Facebook 去，所以你可以从那边拿。啊，这是尊重他们每一个人的知识产权。哦，我觉得每一个分享者他都有他自己的知识，我们尽量不要拿人家。正式的，我们来进入今天的这个主题之前，我想跟大家报告，下个星期六晚上是没有这个主播或者任何的课，因为下个星期六晚上是我们全球的太赫兹故事国际颁奖盛宴，是从六点一直到晚上十一点，所以你的领导应该会世界全球的领袖都被认同的一个晚上，所以明天下个礼拜六请不要进入这个 Zoom， 你会看到有人的。 OK， 好，我先从这个第一个问题想跟这三位女性来聊一聊，你如何知道这个产品跟事业，就是通过什么管道让你认识，几时认识，然后你为什么又对他情有独钟？可以从学历先开始，因为你毕竟也是在这个行业比较久，哎，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吗？ OK， 其实我是在2019年的11月就经过一个好朋友，就是我的贵人 Esther Tan 介绍了这个我们公司的这个陈总， OK， 跟我分享了这个水，这个太赫兹水印，用半个小时的时间而已，他跟我验血，跟我分享，最主要他给我体验五杯水，过了这个五杯水体验过后，我马上相信他所讲的话。为什么呢？因为当我喝了这个五杯水，我感觉到我身体很热，就是说感觉到，哎，周末越喝越口渴，然后身体感觉到热的感觉，所以我就相信了这个水。因为我是很注重健康的，我从二十多岁到这个2019年都是一路来吃保健产品，从2000多块到3000多块每个月，不单只是我，我也买给我父母亲。所以变成当我他跟我验血的时候，然后看到我的相片的时候，所以这里我可以 share 一下我的相片吗？我可以 share 一下我的相片给你们看。OK， 可以，来，我可以 share 相片啊。OK， 好，可以。哦，后面有可爱的。OK， 这个是我的相片，可以看到吗？怎样看到？可以看到哦，可以吗？啊，看到，看到啊，大吗？嗯，对，可以看到。啊，看放大一点。OK， 你看啊，我从25岁开始保健，消费最少每个月都2000-3000块的保健产品，但是我看到很多人他有改变，但是为什么偏偏在我身上改变不到呢？是因为我以前是口渴才喝水，意思说。我喝水的量，你一天最多是3杯到4杯水，甚至5杯水都没有，所以变成那时候我不知道原来水这么重要嘛。当他跟我分享的时候，马上我做决定。你看我是在2019年11月的时候，我就拿这个相片，是他们帮我拍的相片，拍了过后2019年的12月，我们去我们公司被考察的时候，被邀请的时候，我就跟我们的其中一个产品的见证人，就是陈昌，他是有这个乳腺癌的，那时候我们一直拿他来做这个见证，跟人家分享。所以那时候我去到中国的时候，我就跟他拍相，所以你放大，你可以看到我的分辨。过了一个多月的时候的喝水的分辨，过后到今天，那时候我去我的朋友的家，他说，哎，你周末不拍相片，他就跟我拍了，然后我看到了，哎，真的很大的改变，就是好像今天的我，你可以看到现场的。所以证明什么？保健产品我照测，但是我减少了，但是原来水才是最重要，所以这个就是我本身的见证。所以这里我就是分享的最主要的就是说，因为他的半个小时我喝水，我感受到体验到，所以我马上行动。行动就什么？因为相信行动，行动嘛，行，我马上决定用卡刷卡买三台。刷卡买了三台的时候很简单的，买三台。为什么我买三台？第一是因为我父母亲嘛，因为我一路来都买保健产品给我母亲嘛，包括我嘛，所以2000-3000嘛，所以你想想到20多年了，我用了几百千，但是到了2019年，我还是这样的样子，证明什么？水非常重要。哇 ，OK。然后还有是什么呢？还有最主要的就是，
因为我买三台，第一是一个、一台给我父母亲，一台我自己，因为我自己一定要体验嘛，要喝嘛，大量喝大量喷嘛。另外一台呢，是因为那个陈总告诉我，我们公司是首创，全球目前是首创，而且是领先，没有人有用太赫兹技术处理这个水。所以当时的时候我只是听到一个市场没有，还没有人有，哇，市场非常大，我马上就买多一台，因为我觉得市场我需要多一台，有人要的时候可以马上给嘛，所以就买了三台，当时候非常的积极，就是这样大量喝大量喷大量的这个。我买回来家的时候，我家人没有一个人要喝，为什么呢？因为他麻烦，他说你先喝先看到效果你才跟我讲。但是今天我的家，我的影响到我的家人，每个人都会做水，每个人不用我，以前是我每一天要做，现在不用了，他们自动的会就是造这个水三分钟，就是这样。OK 啊，道学啊 ，Jackie， 我跟你这样讲哦， okay. 我觉得你有点像新加坡人好像。啊，我 stop sharing 了哦。OK， 听、啊、听你这样分享，我觉得你有点像新加坡人，因为有吗？嗯，对 ，OK， 谢谢。好，新加坡人我们就有这种家速啊，好的东西先买多一台 stand by 了。对对对对对。好，我们来听一听这样 ，Lilian， OK，Lilian， okay, 你本身的经历是如何呢？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吗 ，Lilian？ OK， 我呢也是在2019年12月，舍利丹就那时从我的朋友口中知道我病了一个多月。那时我真的病到我也不懂发生什么事，就是整个人没有力的，不能起床，而且全身无力，就是没有精神就对了啦，也没有胃口吃，而且又有时偶尔又吐哦，我也不懂发生什么事，也不懂是不是当时是中了那个 COVID， 但是我是有去看医生啊，针我也是打了，也是看了医生。也是说我问他什么病，他说不大清楚咯，打针咯，消热先咯，这样我就 OK 咯，就让他打咯。那时我真的一个多月不能起来，真的整个人没有精神，没有胃口，偶尔就这样一直吐又拉肚子。这样后来 Sherry 就刚好去sorry 去找我一个朋友，那个朋友就跟他讲我生病了，病了一个多月啊。你没有去找你的好朋友啊，所以舍利就马上就来找我咯。那时我真的我以为我也是犯到东西，神我都去问了，我去问神，我朋友那些风水师也叫我怎么样怎么样，但是都改变不到我的病也是没有改善。后来舍利就过来，那时我还记得当时他晚上就打来，我也是很累，但是他一直要来，我也是想尽有很多的借口啦。很多方法我就拒绝他，我不要给他来，我知道他也可能要介绍我什么生意。后来他就很坚持的一直说他要过来，他说我是来救你啊，不是来害你啊，我免费送水给你啊，你还以为你是什么。他就讲你要不要算了，我做了你就回家了，他这样跟我解释咯。这样因为他知道我家嘛，我就没有办法咯，就让他这样来，他就在我家这样跟我做水咯。幸好他的坚持，所以我到今天改变了我人生的转折点，非常的感恩 Shirley， 他不但帮助我了我身体健康，还有帮助了我身边很多很多很多的人，也得到我应该得的财富，就是这样，谢谢。尖掉又尖了，没有啊，我听到你啊，讲完了啊。Jackie 教练那边掉线哦、OK， 那我要等他嘛，这样你 Jennifer 你就自我介绍啊。哦，我是 Jennifer， 我是从当时是2019年12月我就接触到这个水仪。我也是跟 Shirley 一样的吃很多 supplement， 人家讲什么好我就吃什么，吃到为什么我没有那个效果啊？人家讲到那个效果这样厉害这样厉害，为什么我吃到一点
好像一点反应都没有，一点效果都没有。And then 我是很相信水的。本来我是想去换，我本来是用 alkaline water， 人家就讲 hydrogen water 很好，我就想去换啊、那个 hydrogen water。然后我的朋友就是我的上线哦，也是叫 Selitana， 他就带我去，他讲我带你去看一个水剂，所以我就以为是水剂，因为我要换嘛。然后我就讲 OK 啊，好啊。然后我去到那边的时候，就遇到我们的 leader Shirley Tan， 然后就才知道这个不是水剂，这个是水仪。我就回家就 check 那个 internet 什么是 terahertz， 然后 after that 我就其实我是很相信the importance of water 的，因为水对我们是真的很重要，比那个 supplement。然后呢，我相信我就买了，就去跟 Shirley 一般，跟 Josh 一般去到中国，就是further understand of the water the terahertz technology， 所以呢。我就觉得这个是很好的一个水仪，可以跟我的朋友亲戚去分享，就是这样子。见了，见了，哈哈哈哈哈。OK， 好。好，不好意思，我刚才是掉了线，所以现在回来了。好，我想跟你们多了解一下，就是既然只是产品吸引到你，这样为什么你会到后来看懂这个事业，看懂这生意，这样你觉得是什么特别的机会还是产品真的让你心动？好，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重要，因为产品这么多，每天我们接触很多的产品，那到底是 这产品有什么特别让你这样心动，会采取要扩展这个事业？我们先听雪莉的分享。最吸引我的地方，就是使到我心动的这个地方呢，是因为我们的陈总告诉我，哎，我们的这个生意可以在几个月赚100万，就是因为这个100万吸引到我更深层去了解。他说哎，这个我问他为什么陈总这个可以使到我们可以几个月赚100万，他说很简单，我们这个水呢你送得起，你一路来了测保健产品你有没有本事去送，没有本事对吗，他就告诉我，然后这个只有3分钟处理完成，你可以处理3到5个liter的水，然后还可以放酒，可以放长久，而且这个最主要的它不会还原，它不会因为磁场温度或者环境而还原，然后我们只是做一次工，只要用保温杯就可以了。他说所以这么简单操作，这么简单每一个人都可以复制的这个生意为什么不能赚100万呢，就是因为这样使到我很积极的就是去找我的朋友了。所以呢就是吸引到我为什么会参与这个生意，然后我就去找了我一个朋友，就妇女来的，大约差不多是60多岁，然后呢我去找他的时候，他就告诉我，雪莉，我目前就做住一间公司，我自己本身都囤货，囤到省100多千货，假如今天你要叫我做你这个生意的话，要去分享的话，我是不会驾车的哦，你要载我咯，当时我就答应了，所以我就每一天去载他去派水送水，当时的时候，因为很积极嘛，很心动嘛，听到这个可以赚100万嘛，所以很快的就带住他，每一天就是这样带住他，到了12月多的时候，哇，感觉到哇，不是这么容易哦，讲是容易，做是另外一回事。那时候感觉到好像要放弃了的时候，但是因为责任答应他了，所以也是坚持到了在这个2019年的12月的时候，我那时候就被邀请去公司的这个深圳公司做考察，然后那时候我才开始又行动，信心加强。为什么呢？
因为当时的时候我去到中国的时候，第一使到我心动跟行动的心态是因为三件事。一是因为我们的严总的那种发心，他告诉我们他要推广一个水布施的使命，因为他希望所有的人可以跟他一起推广这个使命，因为希望更多的人，全球各个角落的人 OK, 可以真正喝到好的水。因为好的水不是每个人有能力喝，为什么呢？全家人大量喝好的水，因为好的水很贵，所以呢他就说希望每个人可以跟他一起去推广。所以因为他的这个发心就是感动了我，使我决定要跟他一起去推广这个水布施这个使命，爱路每一人，福泽全万家的这个使命。然后第二是什么？第二，因为刚才我有放出那个相片，我看到了我们产品的见证人，真正的使我加强了信心。因为他是一个陈昌，他是在中了这个乳腺癌末期，然后我们在马来西亚就每一次用他来做见证，只是讲但是没有见到人嘛。但是当我一去到那边看到真人的时候，更加增强我的信心。然后第三是什么？我们公司呢严总就安排了我们的这个公司的科学家，因为他告诉我们，我们公司呢就因为严总的这个发心感动了这个科学家 OK, 跟他们合作成立一家叫做太赫兹健康，这个太赫兹的健康这个生命研究院，成立了这家公司。然后呢当时他也是介绍了两位的这个科学家给我们认识。然后从这个科学家里面呢，就是他告诉我们什么呢？因为他说我们的水不会因为任何的因素而完全改变，不会磁场啊 OK, 环境啊温度啊，因为我们是用太赫兹技术。这个太赫兹技术呢，它可以引起水的震动非常强烈，而打断水的氢键，再重组使水分子的这个结构重组这个结构，所以它不会再回来。主要第一，第二就是说他们发现到为什么他们会这个用这个 0.96 的这个太赫兹的这个光波呢，是因为他们发现到，因为他们不是以从商的这个手法来去做生意，不是，他们是真正的以针对人体的这个益处最高的，所以他们就发现到真正跟我们人体频率一样的光波，因为太赫兹波有0.1 到10嘛，就是 0.96, 就是一之间，所以终于给他们两年多的时间 OK 成功了 OK 发明了这个我们的第一个太赫兹的这个发射器。所以这个 0.96 的这个太赫兹波呢，就是我们人体一样的频率波来的。所以当他将这个水将它跟它破解的时候 OK, 它的每一粒的水，我们的这个太赫兹的这个水会拥有我们每一粒的太赫兹的能量。所以这个能量是使我们的身体加强，就是加电 OK, charge 电。因为我们身体有生物波嘛，这个生物波就是太赫兹波，就是讲元气，所以变成可以使我们身体很快的修复，就是因为这三样东西使到我很更积极，使我更有信心。所以我就想到我回来我一定不理什么问题都好，过程怎样都好，我一定要坚持第一最重要，跟住我们的严总推广这个使命，使到更多人得到这个感受到，就是体验到这个水，而去影响更多人，去教育更多人水的重要，就是这么简单。我听你这样讲分享，你好像是专家，我听说你的背景是一个家庭主妇，这个转变真的太大了，可以让我们了解一下你为什么成为这样的一个专家。其实啊，我告诉你，我是一个家庭主妇，我已经跟他们讲了，因为我告诉每一位，尤其我团队里面所有的人，我说世界上没有厉害的人，没有最厉害的人，
只有不断学习的人才是最厉害。世界上没有最蠢的人，只有不学习的人就是被淘汰。因为我不要被淘汰了，所以我怎样辛苦我都要学嘛，就是这么简单嘛。你的孩子很幸福，所以每天就放很多时间。你的孩子很幸福。所以放很多时间一直学习嘛，不会就学嘛，因为我们不比人厉害，所以要比人厉害就一定要学了，不断学习了，就是这样。之前我不敢讲 Zoom 的，很怕的，什么都不会。刚才要讲也是有一点怕怕，但是不用紧，敢敢来。好好，在线上所有女性，你们必须要学这位从家庭主妇到巅峰人生的这个榜样，这种学习心态是不懂就要学。你看，因为他的愿意学习，让他在一年多内真的变成一个巅峰的人生，所以不要认为自己是个家庭主妇，没有背景就不能够，okay, 你们是可以的。OK, 我们下一位，我来听听黎莲，听说也是一位家庭主妇的背景。哇，今天我们很好奇，怎么会有家庭主妇收入却比专业人士还多？这个是有点好奇，我们来听一听黎莲的故事。我可以讲是真的100%家庭主妇。当时谁厉害？我不厉害，都是雪莉教的，要感谢雪莉。我是他下线，当时雪莉叫他来找我，他就哎呦，他很会讲，像刚才这样一直讲。老师说我没有兴趣，因为做什么我不会驾车，我不会驾车，你说我还可以做什么？我也。意思讲啊，也不会驾车，也不懂英文。如果要做直销，就是要驾车吗？你没有这个交通怎么样去？所以是这个就是一个问题。所以而且之前我有做过，都是学历带我去做的啦。老实讲，那些全部少少钱啊，好像做到我全身累到啊，都没有赚到钱，所以我真的没有兴趣。所以我刚才做一样东西，可以看到钱。只是讲一次我可以休息一个月，就是我们的第二次。所以当时谢丽一边在讲解的时候，讲真的我一点兴趣也没有，他一直讲我说我要睡了，不要再讲了。我还记得当时他这样一直跟我讲。后来他在讲到我们的市场的计划的时候，哇，我就看到哇，这个市场很不错啊，我头脑就想哦，哇，还可以做到全世界咧。所以我的心就被这个这个 marketing 真的吸引住了，头脑在想，哇，赚一家这样，赚两家这样，就是在赚钱。我就跟 Sherry 讲，好了，不要再讲了，够了，我很满意了，就是这样。后来 Sherry 就说，丽艳你不会做不用紧，你就是一直喝一直喷，就是这样。我就很听他的话，一直喝一直喷。那时我考上之前我已经讲了，我病了一个多月嘛，哎，我真的很奇怪，这样喝喝喷。我真的就可以哮喘3天，这样就好。而且我从小还有哮喘病这些东西啊，还有富贵手，还有我的腰骨腰也是痛，全部的问题都真的一样一样的慢慢变到好了。所以我觉得哇，这个水很神奇哦。我只是看水力来我家，只是这样颠颠颠，只是听到什么都没有，只是听到第一声他说好了咯，你就可以喝了咯，就会漂亮咯，就会赚大钱咯。他讲得很轻松哦，所以哎呀，我也是对他的话怀疑，而应酬他笑笑咯。但是就是自己亲身体验到了啊，哇，什么病都好，最重要你知道我们女人爱美吗？我病好了哦，因为我很多朋友，虽然我会驾车啊，我朋友全部对我很好，每个人会来载我去吃东西啊，去走街，所以他们约了我一个多月没有出去，忽然间我好了，就打给他们。他们不认得我，我站在他们面前，哎呦，你是谁？我说我是丽艳。他说什么？好像瘦了哦，好像漂亮了哦。我说我也是觉得我自己很漂亮，所以变到我更自信满满。所以我就哇很开心，觉得哇这个水真的可以做，我真的从头到脚我都改变到就是这个水罢了。以前我去做减肥3000多块，我就跟那个人讲，怎么我不会瘦的？他就拿起我的手，你看你的骨，你是大骨，已经是 OK 了的，很满意了。被骗，被骗是吧？像他是专业吗？3000多块，哎呀，瘦咯，感觉到没有肚腩都已经是算，哎呀，瘦。他讲放不会下是好了的，已经是很好 ，OK 了，停咯。所以呢，我就这样，哎呀，算了。但是我喝这个水才喝几个月，我瘦了10多 kg。
哇，真的非常开心。所以每个人都讲，哎，丽艳你变到美了，漂亮了。有一次我回去神庙，我去拜神，那个跳桶的就师傅就从后面就看到我，他说，哎呦，这么丽艳你变到这样瘦，你是不是有什么病给我看你的脸一下？他看了一下我的脸。不会啊，气色很漂亮啊，你用什么来？我说就是那只水，所以今天他也是我的下线了。这个、做生意做到神庙去。对啊，所以我这个那个太赫兹健康水的优势点呢，这个真的非常棒。我不单止帮到很多人改善了健康，还赚到很多财富。好像今天我跟我几个朋友讲，我虽然不会驾车，不会讲英文，但是我今天中国、印度、台湾、新加坡、马来西亚朋友都听到我要上来讲课，每个人都来支持我，怎样？刚才教我怎样去到了那个 Zoom 啊，还有那个中国的我有教到几久，我一个又找那个印度的国家的，哎，你帮忙我不会，所以我真的很开心。我在这边啊，我很感谢我这些朋友，他们的对我真的太信任，太支持了。所以如果我不做好好，太对不起他了。谢谢，非常非常好的这个分享哦。我觉得一个很传统的家庭主妇不会驾车照顾孩子，在短短一年内真的颠覆他的整个认识。所以各位在线上的，尤其是女性，不要怀疑自己能力，没有女人就绝对不会有男人。哦，所以男人我们也不要太过自卑一下，这些女人现在非常的杰出。好，下一个就是 Jennifer 是一个专业人士，不是， okay, 所以来听一听你的故事。我不是专业人士，其实呢，我是本来是做保险的，然后没有做了。保险是保护人家的财富嘛，对吗？嗯，对。然后我觉得 OK 是很好，但是不够好，然后我就做那个检查身体的。那个 medical center 我就是 consultant，要人家去检查身体，就是 prevention is better than cure 吗？correct。我就觉得很多我的顾客他们的身体是很有问题，但是我又帮不到他们，我也不喜欢介绍那个什么 supplement 啊，因为我 actually 对传销啊我不喜欢做的，但是然后我帮不到他们，但是现在太赫兹水可以帮到他们，所以这个是最好的solution 对我的顾客来讲。然后呢 actually 我不喜欢MLM， 因为我觉得它太复杂了。但是我们这个营销那个 marketing plan 哦，不复杂也是很容易明白，所以我就市场上呢没有其他水衣能为自己和伙伴、啊、的用户带来去使用太赫兹水衣后的良好效果。所以呢我就对这个水衣很有兴趣，然后他的 marketing plan 也是很容易复制。以前我知道水 很重要，但是我不敢喝很多，因为如果我喝多了我的脸会好像发水敏包啊。水肿。啊，水肿就是好像发水敏包这样子，所以我就不敢喝这样多水。但是对于太赫兹水的话我就敢喝很多，每一天我最少喝3 to 4 liters，因为我有运动嘛，sometimes 我可以去到5 liters，因为我觉得我不会水肿，然后我吸收到那个水哦 100%， 所以呢，它的效果也是很好。我现在吃什么 supplement， 它也是会帮助我 absorb， penetrate 100% 这样子的，就是这样。OK， 好。非常非常好的分享，我觉得在这里我们大家可以学到，只要你不要认为自己没有用，你相信自己，相信你的团队，你都可以有机会成功的。这样我
我们了解了他们怎么样接触这事业之后，我想多了解一下到底是什么呢让他开始觉得这个事业是可以做，然后现在赚到钱有什么感受感想。我们来听一听雪梨的分享。开始呢就是说可以吸引到我这个事业可以做，是因为太多的见证了。因为开始的时候我们是用中国的见证嘛，但是经过了三四个月的时间 OK， 我们拍水拍水拍水，很多人喝到，很多见证出来，这很多马来西亚的见证出来的时候加强了我们的信心。第二就是说，因为我们公司有一个系统，同一个系统，然后还有一个教学，就是我们可以很荣幸的公司给我们教课，就是给我们知道怎样去推动这个整个市场。还有最主要的，这里我要很感谢的就是我们的梁总，虽然梁总他本身是不会产品的，对产品一窍不通，但是他可以整合到全球他所有旗下的组织统一变成一个团队，这个是很多平台找不到的。意思是什么？意思我们每一个人 OK， 在这个 REJ 的这个平台，每一个的兄弟姐妹们都是怎样，都是很用心的，用心来分享他们本身的见证，用心来大家一起的配合，一起的分享。而且也要感谢很多的专业人士，他们引他们的专业 OK， 就是我们的 Dr. Gan 还有 Dr. Prabhu来分享他们专业知识，给我们增加我们的知识，使我们在这个平台啊推动的更容易。就是因为这样的情形，所以变成使我在这一方面，在十多个月的疫情这么不好的情形下，可以有超过了2000多人已经在我旗下喝这个水。所以我觉得哇，很轻松，很容易，很简单，没有压力，我们轻轻松松就赚了这个财富。不是，重点不是在那个财富，重点是在因为很多的人喝到水而健康，我感到那种就是那种开心是钱买不到的那种开心这个就是为什么我会很开心。我女儿会 看到我说，周末你站住静静的都会笑的，我说我第一次做这个平台选到对的平台越做越开心，做慈善最多的，而且我的组织里面很多有钱人可以说介绍给我朋友30多台都是以4000多块一分钱都没有赚做慈善想想看，所以你说我开心不开心，这个是我最开心的。对对对，钱是身外之物。对对，好，我们听听莉莉安，我觉得她是一个很可爱的家庭主妇。从很多不同的平台认识很多这种机会，到最后真的是让她成功了，赚到了钱。像你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你现在赚了这么多钱，身为一个家庭主妇的你有什么感受？当然开心了，看到钱了。你知道吗，我做这个生意真的，我三步不用出门的，我没有出门做生意的，我只是电话打视频看我的样我就成交，我可以做到整个新加坡的。因为我不会驾车，我就要想办法我要怎样解决我要拿到这笔钱，所以我就打电话，我说我有谁送人谁要的，他们就全部来我家拿，所以我不用出门了，他们全部来我家，我只是照这样呢。有些呢刚好在疫情的时候，我最记得疫情的时候呢，朋友要都是在视频上，我只是在视频上跟他们这样分享我这个产品，因为我觉得这个产品非常好，所以我想让每个人都可以得到这个健康和财富。因为所以我只是一个电话，我的亲朋戚友都很信任我，所以在一月中我一天就卖了器材，这个是我第一单的生意，所以我做到我的信心很开心很饱满，所以变到我真的也是非常感恩公司的老板，那些高层领导们，他们这样用心的在这个太赫兹家庭
将安排线上的那个学习课程啊、交流会啊和一切的见证啊，给我们非常容易的可以在这里发挥得很淋漓。所以太赫兹健康水域不单帮到我的家人，而且也帮到身边很多人改善了尤其是这个三月我经济问题也来了，幸好这个太赫兹我赚了这个钱，我经济问题也改变了。所以我也是觉得我做这个这个太赫兹水域啊，我自己认为我太有福报了，可以认识到这个这么好的产品。所以啊，我虽然赚到钱，老实讲我是很开心，但是我听到我那些朋友跟我讲，Leek， 哎呦，你是神派下来的，你是我的天使。我不是说要他们回报，但是他们那种发自内心的喜悦和感恩，真的你有钱都买不到，非常的珍贵。对我来讲，我真的哇很珍贵，我觉得我的心那种开心啊，不会去跟你们去表达，除非你自己做这样，你才会知道。所以我觉得我真的做到这个。意思说啊，这个水域我选对了，我没有做错，所以啊，这种感恩啊，真的有钱都买不到。我很谢谢他们的相信我，而且呢，这个产品啊，不但帮到很多人，还帮到很多人得到财富啊、健康啊，所以这种心灵上的满足啊，真的是无价之宝。而且啊，哎呦，谢谢哈、啊。啊，就是这样啊，就是这样。嗯，好，OK。太多了，讲到我头乱去了。总之就是很开心啦，不知道怎么去解释那个感受。总之又赚了钱。你人生中有赚过这么多钱吗？就是啊，蒙叉叉，老实讲啊，我赚钱我也没有去算，我只是用我一颗真诚的心去跟人家分享。我的上线学历单就跑来，丽叶你赚了几多钱？不知道啊，你没有算。我说没有啊，有钱就进银行，进银行就是进到很舒服。后来有一次他说，丽叶你上了什么季？我说没有上，没有上。他去跟我借，哇，你上了经理。我说啊，上了经理，你看我没有去管他。总之我觉得我跟人家一直分享，我是想帮助人，我们不是要赚那个钱，我只是想到这种真的是很开心的啊。所以谢丽每次都来跟我借跟我看，我才知道哇赚这样多，真的太开心了。这样你从今天开始有个新的标题一个 title， 就是家庭主妇的 manager。 所以家庭主妇要在你下面，你是他们的 manager 哈、哦，非常非常高兴，恭喜你得到这样的一种人生。OK， 这样 Jennifer 就比较特别哈、哦，她是有做过专业保险这些，所以你目前在这个平台赚的这个钱有什么感受？这个钱就很快，真的很快，因为不是我一个人做嘛。我的团队他们也是有很多的付出，然后呢我觉得这个公司很特别，就是很每一天都有 Zoom meeting， either doctors or speakers or 老师。所以呢我们是很幸运有这个公司给我们这些的帮助，然后我们就省了很多那个 training 啊，或者是什么疑问啊。因为我做到好像保险啊，做那个 health screening 啊，也没有这样的 training 或者是 talk。 我们是也是有 talk， 但是 不像我们现在太赫兹的公司每一天都有，每一次都有不同的见证。所以从这里我们可以学到很多的东西，然后这个赚这个钱也是赚得很开心，因为你真正的帮助到人家。好像我以前做的，我帮不到他们的健康，只是帮他们做那个 prevention， 只是给他们知道他们的 condition， the body condition 是怎样，你的 health condition 是怎样的，你要怎样去like you know do something about it。 但是这个就不一样，这个是给到人家
全家人一个健康，因为每全家人都要喝水嘛，每个人都需要喝水嘛，所以这个是很重要很重要的。所以我们做这个也是做到很轻松，然后钱就一直来了，就是这样子。所以钱一直来，一直来，会不会抗拒这个钱？不会，睡觉都有钱来。开眼睛就有钱了哦。所以可以看到这位三个女士做得很开心哦。可能这么多年以来做家庭主妇都没有这么开心过，对不对？对对对对对对。啊，在我们继续这个访问之前，先给你们来看一看，也听一听一首歌，我觉得很适合今天的这个主题。啊，这个应该是大家都很熟悉的一首歌。看看有没有 share sound 啊 ？OK， 好，来，刚才在跟你们访谈的时候，我就突然想起这首歌，觉得好像为你们量身定做的哈、哦，对不对？非常非常有意思的一首歌。好，我们接近这个访谈的尾声，有一些问题想很尖锐的问你们。从认识这个产品机会到现在赚的这个钱。你对那些还没有进入这个事业的朋友，还没有这个水域的朋友，有什么忠告呢？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的。来，雪莉先分享。哦，你的麦没有开。其实这个是一个很好的平台，为什么呢？因为现在疫情这么严重的时候，很多人因为就是工作没有工作，或者很多生意都倒，或者还有很多就是说因为工资被扣，所以这个种种的原因，所以我们这个平台是他们唯一可以选择的一个平台。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这个平台做得很轻松简单方便自由，没有烦恼，还可以赚钱，就是好像我们这样开开心心的，没有压力。就好像我有一个这个师傅 ，OK， 他以前是买了很多做慈善，然后他说哇，现在他有人要打算做，他说哇，这个是非常没有压力的一个平台，他说，所以他告诉我非常开心做到，所以呢，而且还可以的，就是说我们很简单的，就是只要我们喝得好，我们去分享。我们有一般的团队来帮助我们，有专业人士，从星期一到礼拜天都有人来在讲这个分享这个这个机会，所以我们很容易的可以邀请很多朋友进来聆听。还有的最重要的就是因为这个在这个平台，我们可以很轻松的，就算你没有这一方面的知识，你都可以邀约人家进来，只要点一点微信啊。WhatsApp 啊 ，OK， Facebook 啊，都可以的。所以呢，尤其现在的这个疫情不能出，因为只有我们改变我们自己来适应环境嘛，所以我们可以通过很多不用出门都可以赚大钱。所以我觉得很多人都可以来选择这个平台。嗯，好。这个，可是疫情现在马来西亚非常的严重。到底严重到什么状况，可以跟我们海外的朋友来分享一下吗？现在呢，我们是不能出门了、出去是一辆车可以一个人而已啦，目前是在我们斯兰莫啦，吉隆坡每一天都超过6000多。诶，听说去工作还要被罚款是吗？对对对对对，就是什么样子。哦，你看严重到去工作都要罚款，真的是很痛苦。对，我们在这里呢，我们每一天都有收入、虽然在家不用出门极好，所以对于这一方面钱方面呢，我们都没有烦恼。就是假如没有遇到这个平台，我的朋友也是说，假如没有这个平台，我们现在不懂要怎样好，就好像其他的人一样，他说。所以好彩有这个太赫兹的平台，使得我们每一天都不用因为钱烦，这个是我们真的
很感恩公司，感恩。好，非常谢谢，非常谢谢。我们先听 Jennifer 的分享，你有什么忠告告诉我们线上的朋友们 ？OK， 就是这样子。现在很多人呢都是失业嘛，或者他们的工资减到一半，然后我们不要去埋怨，或者是不要去pessimistic 叫什么？悲观。悲观就是要看，因为我们要跟着那个时代或者是那个 situation 去做事，就是看没有 excuses 的，看你要做还是不要做罢了。你要做的话是可以的，有些人是比较快，有些人比较慢。好像我们这个生意是好在哪里呢？我们送水 ，OK， 好像我的现在我们 EMCO 不能够出去超过10 kilometers 嘛。但是如果我们有我们的伙伴的去的人需要用我们的水或者要试我们的水，他们可以帮助我们，我们也是可以帮助他们。如果他们的人在我这个区，我们互相帮助。然后 of course 如果做成的话，我们是要好像给一点叫什么 commission 啊，或者是什么介绍费。对对，你帮我我帮你，就是这样子，可以帮我们就不会好像你不是我的团队我不帮你，我们不要这样子想，因为你也是需要人家帮你。所以我们这个水是很容易做，因为是送的，是 free 的，我们不用给钱去。好像我们如果送 supplement 我们是不能做不到是吗？但是送水是都可以送得到，所以这个我们这个 business 很meaningful， 因为可以帮到人家的健康，尤其是现在我们的健康是最重要的，我们的 immune system 是最重要的。所以很多人有，因为我是做 medical center 嘛，我看很多人很多 diseases 是什么呢？是它累积来的，不是 overnight， 那个 problem 不是 overnight， 所以他们的病是累积来的。就是现在他们可以做的就是排掉那些不好的东西。You have to add， 因为这个我们这个business there 是很 meaningful， 就是送水、送爱、送健康、送财富，就是这样子。我们的老板呢，就是吸引我这个生意，因为他是有这个爱心、这个法心，所以就吸引到我做这个生意，就是这样子，很 meaningful 啦。Very meaningful business. Other than making money, you are helping a lot of people to take care of their health. 就是这样子。谢谢。Okay, very good, very good. Thank you. 那我们先最后听我们的标准家庭主妇的 manager 来听一听，你对我们线上朋友有什么忠告，尤其是女性家庭主妇。很谢谢给我这样高级的名誉，谢谢 Jackie 教练。好，现在在这个老师讲了这个疫情啊，我们这边真的很多工都不可以做了，每天都听到可以讲，哇，那个谁倒闭，那个人自杀，为什么？就是没有钱，工作不到，生意倒闭，扣工资，经济全部跌。但是呢，你看我们的太赫兹的生意蒸蒸日上，我的奖金也天天上升，比股票还好。每天开眼镜，哇，又升了，就是会算了，就不用生意来叫我了。所以好像这两三天，好像今天都好，我就跟人家讲，你看生意给我这个机会在这边跟大家分享，我马上又做了两单，所以这两几天我都做了六七台，所以你看，所以一开眼睛我就想到明天，哇，奖金几多，就是这样一直算。所以这个生意真的非常的容易，真的什么都不用去烦，而且做得很轻松、方便、自由，没有烦恼的。
我是最可以讲是最好命，我更不用出门，我不懂，又不用跟人家讲东西，只是这样开开心心，又可以当做是做一个善事，像好像 OK， 好像我朋友有些在另外一个地方的，好像就做不到，他们要水也好，我就会给我另外一个下线靠近那边的，由他们全部负责到完，他们自己去讲，给他们去做，这样大家下线全部赚到钱，我们大家都开心。 因为我就是心里想，一个人是赚不完的，让他们去做，他们赚到他们开心也是等于我赚到我开心，所以我觉得这个水是非常的很好，而且因为公司啊有一个非常好的系统和平台啦，给我们在，就是讲在这个疫情的时候啦，我们这个大家庭啊很容易的去转化，和没有任何的阻碍的环境下，很简单很容易的去做去发挥。 所以我觉得这么简单东西，我只是一个很平平凡凡的一个家庭主妇，我成功了，生气了，你们还犹豫什么？还要等什么？我还不明白。明明讲不要没有钱，没有钱，你跟我讲没有钱没有用的，就是要去想办法。为什么你就讲没有钱没有钱，钱会掉下来？不可能的。我说你就要想办法，你要怎么样去解决？ 有些跟我讲做不到，为什么会做不到？你们要想你们错在哪里，你跟人家讲话，做么你会做不到，你就要改变你那个性格，所以很多方面，所以不是说没有钱我是没有钱呐、啊，你讲不会我也是不会啊。我记得我去见很多个老板，有一次那个人我不大会英文，他拿一张 A4 纸，哇，整张纸密密麻麻英文，你知道我这样拿住我是不会，我就在随便扫一扫。 糟了，我只是怎么办？我不可以讲，我不会吗？我就说，哦，我不要讲人家东西，我只会讲我太赫兹水，我跟你讲我的水怎么样好，我们不要去讲别人的啊，我可以跟你讲，你要是分享我的东西，我就跟你讲，就是这样，我就做得成了，<笑>也不需要去讲了。我说你不要给我看那些人家东西，不适合我，我也不想去批评人家，所以我就说，那我就讲了，我会的只是我这些。 所以这样我就糊里糊涂的也是做到了，但是我做的老实讲很简单，我没有像雪莉讲到这种科学式的，我是用一个很真诚的心，好像之前我一个中国的一个老板，他问我你有什么可以证明你的产品好，我不认识的，我说我没有的好证明，但是我只可以很诚心诚意的告诉你，我喝这个太赫兹，如果我是要赚你的钱。 如果我是要赚你的钱，我今天第一个我就是卖给你，我不会卖给我的兄弟姐妹，我不会害死我兄弟姐妹，我害死你先，因为我要赚钱嘛，我根本都不需要去买一台来去跟我兄弟姐妹讲这个好吗？我就是卖给你们先，但是不是我，我做这个水，我第一个介绍的就是我的兄弟姐妹，我的亲戚，所以如果不好的。 我就卖给你先咯，你死先好过我兄弟姐妹死嘛，我就是这样简单的大家，<笑>很实在的一个家庭主妇。<笑>所以我就跟他讲，你叫我证明，我证明不到，我只可以告诉你，我是一个真诚的心，这样跟你讲，而且我真的喝到有效果，我也不会怎么样跟你讲。总之我自己我的病我真的全部好了，我也不需要讲人家，我就以我自己来讲。 我说我的首富贵手，你看我的手现在这样漂亮，这样画，我就这样跟他解释。后来那个老板就很好的就说好，马上拿一台，OK 的话多几天拿去台，所以我你看我其实很好做，所以我觉得这个水真的，大家都可以做，尤其是像我这种什么都不会的，我都做到赚大钱非常成功，而且功德无量，做了很多的善事，真的。 希望大家每个人在线的还没有买这个水的人，希望你们不要自私，说只是买了水，救你一个，你买了一台水可以救到千千户户的家庭受益，这个真的是那种福报功德无量，真的，那买有钱买不到了，<笑>就是这样，谢谢。好，谢谢，非常非常谢谢三位女性。 从不同的角度跟我们分享了这个生意、产品，还有他们的过程。
在疫情当下，很多 人的家庭、经济、生活都受到很大的影响。但是在太赫兹这平台，我们看到很多平常的人、平常的家庭主妇，不用很多的学历，靠着团队的力量，却能够在短短的一年内月入五位数。所以在这里要跟大家报告一下，不要认为你自己没有，尤其是家庭主妇，你可以的。这里有几项报告，明天晚上八点，我们的主持人 Brian 会很热心的教你们如何用 Zoom， 所以请注意那个通告，明天晚上八点进入 Zoom 来学 Zoom。 好，另外一个报告就是我们从七月开始，马来西亚跟新加坡正式连线，我们会做线上的培训给马来西亚朋友，新加坡朋友会在新加坡的公司这里做实体的，就是每一个月的第一个礼拜天是中文的，第三个礼拜天是英文的，所以你可以选择在线上上，如果你是马来西亚人，线下就是新加坡人。关于对于其他国家，我们目前还没有这样的计划，不过将会有。所以那些领袖，你的朋友刚加入，你觉得他想做这个事业，这样就请他们来报名。明天是第一场新马两地连线， okay， 我们会通过 Zoom 跟 Facebook 同时来教怎么样加入，怎么样开始，怎么样列名单，怎么样讲产品，怎么样讲这个营销计划，所有都会在一天内做完。Okay， 这个一场是由我主导，所以这个是那个 registration link。Okay， 我们会放在那个Zoom 那边。Okay， 下一个就是这次的 poster。Okay， 你们可以找你的领导拿这些画报跟这些 registration。所以它是一个收费，因为我们会有很多的这些一整年的复训，然后还有包括一个 starter kit。所以那些有兴趣的朋友要报名明天的课，就请你赶快。好，所以明天早上一堂课，九点到六点，六点八点让你休息，八点又由 Brian 来教你用 Zoom， 所以我们每一天都有课。要在这平台成功，只需要做两件事：第一，学习；第二，分享。就这么简单。所以连妇女、家庭主妇、职业女性都可以做得成功，没有理由你做不到。所以今天很荣幸的请到了三位漂亮的家庭主妇妈妈们来跟大家分享他们的经历，谢谢 Shirley、 李莲还有 Jennifer， 谢谢你们宝贵的分享。好，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这样我们明天，如果那些有报名上课的朋友，我们明天会在线上或者线下跟你结缘。我们就结束今天的访谈。晚安。晚安。晚安，谢谢 Jackie 教练。谢谢 Jackie 教练，晚安。Jackie 教练，顺便再讲那个七月十号的。OK， 好。把那个 slide 放一放啊，七月十号。OK， 再 share 一下。七月十号，全球国际颁奖盛典，晚上六点到晚上十一点，全球 Zoom 连线直播 ，Facebook 直播，所以这是第一次我们会做全球这样的。所以在上这个盛典的时候，
麻烦大家正装出席，席位也就1000个，所以如果你是得奖者，全世界人现在都可以看到，就有点像金马奖，所以是名额有限，先报先得。像新加坡人这样早上10点就进了个 Zoom， 等到晚上6点新加坡都是这样假输的人。 OK， 好，我们会发这个通告，我们也会准备英文版的让你发给你的朋友，所以它是中英文同时直播的。 OK， 这个就是我们的通告，我们会陆陆续在不同的这个 Telegram、 WeChat 跟 WhatsApp group。 OK， 当然我们也会请我们的医生 Dr. Bravo 来做一个分享，公司也准备了将近100份将近10万元的奖品给在 Zoom 的朋友抽奖哦，有谁想要一台免费的水衣？有吗？有的在线上打一个一，免费的，公司好像准备过3台还是10台，所以早点上线就有机会被抽到。所以这是下个礼拜6。OK， 好，谢谢大家，晚安。谢谢，晚安。